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cSonner 大设计。女性追求凹凸有致，男性则喜欢硬朗的肌肉线条。不过肌肉可不好练，但好在现在有一种外骨骼，只要穿上它就不用愁没肌肉了。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高桥宣玉所设计的 Shintai 是一种充气型外骨骼，穿上它一秒钟就能让你化成肌肉猛男。这款充气外骨骼是由人造肌肉以及人造脂肪两部分组成的，其中肌肉部分包括了腹肌、胸肌、臂肌等16块，这些部位全都可以独立的由空气压力进行控制，想要哪块大就能哪块大。所以不论你想要大胸肌还是8块腹肌，它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人造脂肪的内部则放置了气囊袋，往气囊里填充不同分量的液体，脂肪就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了。通过控制肌肉以及脂肪部分的大小以及弹性，这套骨骼总共能塑造出纤细、强壮、丰满以及肥胖等4种体态，相信总有一种是你想要的。而除了能改变体态，这套外骨骼还具备医学意义，可以帮助分担身体的负担，像是调整腰部的气囊，就对预防腰痛有很大的作用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目前这套外骨骼只有上半身的，等哪天它做出了全身的，那可就完美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Nobuyor Takehashi， 由 McSon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cSonner 创意公园。